今年二月，朱孝天在微博发文称，枯枝在北方寒冷又漫长的冬季里期待了已久，现在终于可以伸出双手迎向那晚春的烟火。虽然只是瞬间的光辉，却笃定预告了接下来痛快的散叶开枝，我们就长定了。在随文附上的照片中，除了一位女性的手缠着红豆珠帘照片，还有疑似朱孝天与该神秘女子影子的合照，随即被指公开恋情。而朱孝天开枝散叶的说法更是被猜测一直女方已经怀孕，吸引不少粉丝们的热烈讨论。而在时隔三个多月后，朱孝天昨天上午在微博发文称，如果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真的可以换一个愿望的话，我希望你幸福，被外界猜测情路受挫或与女友已经分手，网友们也都纷纷忍不住询问啥情况。夜色的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